王静宇，然后今天就是整个在上妆的过程都觉得非常怀念。直接还原鬼才知道片中造型，主演群陈柏霖贴上小胡子，身穿皮衣；张荣荣、王静、姚以缇则化鬼妆上阵。胡子贴上去，他的那个讲话会很奇怪，然后而且没错，像刚刚说的讲，那时候我们在拍的时候是非常冷，对，然后我今天真的是有点。快等不住，顶不住了这样子。现在就是市里面最凉的，然后他们那时候没有冷到，现在都在缓了。我现在很热，叫马高总，专业的经纪人，我保证找到专属于你的必杀技，做点名杀。什么是名杀？阴间喜剧片即将登场，陈柏霖在片中模仿90年代偶像，又唱又跳。王静有个桥段还必须全身是血在雨中奔跑，让他直呼很煎熬。就我其实里面有先贴一层保鲜膜，有有外面的，然后可是沾了血，这样那保鲜膜就开始一片一片的掉下来。我一走进去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真的有被他吓到。王静戏约不断，尤其这两年作品一部接一部，像去年的《鬼家人》、《周楚除三害》、影集《人选之人》、《造浪者》、《此时此刻》，今年的《非杀人小说》都有他的身影，就引来网友喊看腻了，大酸是王静宇宙吗？你也有折腰的王静，所以你的腰力折吗？我好像是背折的那种。我跟他有一起去上肢体课，他真的也有跟我一起练一下下腰。王静就说过，其实去年都没拍戏，自己也无法控制上映时间。不仅另一派网友说，其实他演得还不错，导演也透露，很早就拍定他来演鬼才知道，角色都是量身定做。TVBS 的新闻，周一凤、洪一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